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羽毛，今天来一点不一样的。首先呢，先来感谢一下，在这里我要先谢谢大家，让我的频道迈入了2500的订阅数，也谢谢你们每个人一起来我这个频道看了很多影片，留了很多留言，有的留言很好笑，有的留言让我知道我该改什么地方，甚至有的留言很感性，看到我都快哭了，快哭了。谢谢你们每个人都成为了我继续下去的动力，然后我会还会继续拍更多很好的影片来献给你们大家，然后就期待下去吧。感谢完后呢，接下来我要介绍跟分享一下我今天去的地方，台北文创大楼，然后是 YouTube 帮我们这些小小 YouTuber 举办的小小工作坊 YouTube Creator Day。然后让我们这些小小的 YouTuber 能够学习如何经营自己的频道。然后这次 YouTube 请来了 RD、阿谦跟阿神，然后我们的吴凤哥哥也来了。有看电视节目的应该不陌生他，他是做旅游节目的，他也是一起来这边听课的哦。然后还有遇到维尼，没有错，就是你们有如果有玩斗阵，相信你们大家都有玩斗阵，看我们频道都是玩斗阵的。然后有玩斗阵的都会知道维尼是谁，就是那个斗阵的执事的那个维尼哦，哇，真的超猛，他的声音真的超级猛。最后呢，我还是要谢谢大家给我的支持跟鼓励啦。这次的影片到这边咯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可以点一下喜欢，如果想继续收看的话可以点一下订阅哦。我是羽毛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咯，拜拜。